侯友谊的事情呢，可大可小，我们再思考下去啊，会变成什么？那李庆元跟朱立伦合谋干掉他的副市长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喜欢我这个二当家，来，我们弄一个案子把它处理掉，对不对？这外省挂干本省挂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子搞就严重了，是不是？这全台湾谁能处理这种事？只有我能处理啊，只有我能处理嘛，是不是？你们这样搞就严重了，对不对？朱立伦，你怎么跟李庆元合谋要干掉这个本省派的这个侯友宜？明天你就被杀死了，你搞不清楚状况，你这样搞就严重了。